哎，老周，你也周上。我家小鹿呢？哎，周晓。蛇，假的。哦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没有。你俩可以啊。蛇，假的。你别开玩笑啊。哎，你看看是真的假的？你看看，我不要。哎，你看看，你别拿过来，你摸一下。你别，你摸一下。不要，你我才不要。哎，你怂不怂啊？你摸一下。我怂，我就怂。哎呀，这不是男的。小鹿，我去图书馆上班了。哦，行，我一会儿帮你把被子收回去。拜拜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跟着我干嘛？你好像忘了我们是同事。啊！我也去图书馆。B 馆厨师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图书馆的群里通知了，让下午再过来。哎，不对啊。你知道 B 馆为什么还跟着我来，而且还不告诉我？就当和你散散步。我去吃饭了。我也去。你要去就去，干嘛还告诉我？我去那边。干嘛？谢谢。不客气。来，师傅。啊，师傅，随便来着吧，什么都行。赵凡舟，他到底想干嘛？谢谢。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。你不是不吃胡萝卜吗？哎，错了。你吃吗？我还没动过。我不吃。为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你喜欢吃吗？骗你的。干嘛骗我？因为你说蔡雅思也帮你吃。所以呢？
所以我生气了。我吃饱，您慢慢吃啊。